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你好，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今天是纳吉入狱两天之后首度露面，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情况。两天前为 SRC 国际公司四千两百万令吉洗钱案而入狱服刑十二年的纳吉，今天早上就另一宗案件，也就是 One NDB 洗钱和滥权案出庭面审。 不过，纳吉却因为没有穿球衣，也没有戴手铐，而引起许多人质疑他享有特权。纳吉今天是穿着深蓝色的西装，搭配红色条纹的领带，在早上八点半左右被狱警带上吉隆坡法庭。对此，职业律师梁信友就解释，纳吉虽然已经在 SRC 一案中被定罪坐牢。 但是他今天面审的 OneMDB 案是属于另一宗官司，而且也还没有被定罪，因此纳吉是可以要求穿着自己的衣服出庭的。梁信有补充，这样做也能够避免法庭受到主观影响，认为嫌犯在另一宗案件已经被定罪了，在这宗案件也可能犯罪。因此，纳吉今天穿西装，不戴手铐。 并不是因为享有特权。回头来看纳吉出庭的情况，纳吉今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就被带到了法庭嘛。之后呢，他就被安排在证人室里边等待，一直到十点四十分左右准备开庭的时候，才被带进告被告席。而他的助理也一如往常，把自家带来的小坐垫和靠背垫。 放在木质的被告席上，让博斯库能够坐得更舒服一点。纳吉的夫人罗斯玛是在中午十二点半抵达法庭支持法啊、呃、支持丈夫，而在法庭午休的时段，纳吉的女儿诺亚娜则获准进入证人室探望父亲。博斯库纳吉有很多粉丝，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今天一定会有很多支持者到法庭为他打气，那么我们就错了。事实上，法庭外面今天并没有成群成群的支持者。不过，倒是有一名男子在法庭大门声援那吉，高喊不公平。凑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天空突然就轰隆的一声响起了巨雷，而这名男子过后也被守卫驱逐离开。 而在法庭内，控方证人财政部前副秘书长 C.D. Zoya 今早在接受辩方律师的交叉盘问时坦诚，坦承他在一马案的书面证词其实是财政部官员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草拟的，而他只是负责签名而已。对于证人的“一问三不知”，辩方律师沙菲仪大喊不可思议。 这是他执业四十六年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证人，认为控方应该把这名证人给撤了。而在被告席上的纳吉对证人的说法也是大摇其旗头。刚才提到在午休时间探望父亲的纳吉女儿诺 n a 较早前透过 Instagram 即时动态发文表示，律师已经在昨天晚上到嘉影监狱见到了纳吉。 文章这样写：“爸爸很健康，仍然保持坚定的斗志。”文章也向支持者报平安写，写道：“纳吉已经拿到了他的生活必需品，并且在狱中维持平时的作息，只是行程没有那么满了。”另一边厢，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则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纳吉。 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纳吉的牢狱生涯可能比他之前的服刑时的待遇会更好一点，但是对于长期养尊处优的纳吉来说，日子肯定不会好过。安华是在接受美国 C N B C 采访时说，据他从老朋友和监狱局官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纳吉将会获得一些便利。 但是他说，监狱始终不是安乐窝，监狱的生活会很艰苦，特别是和纳吉之前的七星级酒店的生活方式相比，后者的经历一定会是非常艰难的。其实，面对艰难时刻的，除了纳吉本身，他身边两名关系密切的人士，想来也是压力山大，日子不好过。 说的就是纳吉的夫人罗斯玛和战友乌同党主席阿莫扎西。罗斯玛本身面对的萨拉越学校太阳能板弊案，将在下个星期四，也就是九月一号下判，他的命运如何备受关注。除此之外，罗斯玛还有另一宗官司，指他涉及十二项洗黑钱罪和五项逃税罪。 而扎西则有两宗官司，一共有八十七项罪状缠身，包括一已经被裁定表面罪名成立的挪用健康思维基金案，和二涉及外国签证系统 V L N 的贪污案。这宗官司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月定夺是否会表罪成立。换个焦点来看诈骗新闻。 根据警方，又有人坠入高回酬的投资骗局，涉及的款项高达一百二十万令吉，受骗者每人损失介于一千到最高九万五千令吉。警方已经接到三十三宗投报，并且迅速逮捕了两名三十岁的本地女子，其中一人还是身怀九个月的身孕。 不过，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指华林出现的存款投资诈骗案涉及的款项高达一千万令吉。 无论如何，华林警方表示，除了签署两名女子，警方也急无一名来自居邦的二十三岁乌裔女子诺沙瓦尼来驻查案件。警方也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号称能够获得巨大回头回酬的投资配套。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再见。